好，你話多謝你啊，何叔叔。多謝文傑，哎呀，我同大家嘅手先啊。哎呀，真係好叻仔。好叻仔，好叻仔，好叻仔。你知道啦，好多人支持。多謝你啊，多謝。好，文傑，我做好啊。係要準確咁樣去反映意見，唔係自己加鹽加醋。香港咧過去嗰5個月咧，走入咗一個喺一個全面性、有組織性破壞嘅一個顏色革命。喺傳媒裏邊咧，等於係火上加油。 若果係傳遞信息傳遞唔好咧，係火上加油。今日我都好慶咧，應該喺我面前嘅呢啲傳媒朋友咧，大部分都係有良心、有責任。未到嗰啲咧，佢亦都係好嘅，但係亦都未有機會嚟同我聽我講咧。我希望佢哋咧都係可以通過今日我講嘅説話，能夠大家緊守翻好自己嘅崗位，做好自己嘅個工作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